歌声不再被这个世界聆听了，我的歌声将会凭空消失在哪个起点呢？你们的记忆里呢？还是深深存在你们的脑海里呢？我想应该让卢国远知道我的歌声，就让它藏在于你吧。这个夏天我才知道，时间并不是疗伤的有效办法。直到遇见我另外一个人，thank you.
说我真的很难得哈，爱说得太快，我是大满都会拉清房，跟着那脾气假装不理你。